所以我今天火山，我想拍有一些火山的火山龟山岛真的是活火山，是活的，真的。这七千年来，其实龟山岛有4次的爆发性，哇，真的好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，可以。我们等一下会先绕龟山岛一圈，所以看完龟山岛的原貌，然后再来就是龟山岛这种龟山八景，我们可以一个一个都看到。还有龟山八景。五沙，五沙，高五沙，这是金沙哈，都五沙，金沙哪里？在哪里？巧克力吗？接下来右前方哈，应该是金沙哈。这边有个，哎呀呀呀，不是金豚，它是它的尾巴摇左右摇晃，到了，我们等一下右边5公尺，天哪，好漂亮哦！酷，好棒哦！金沙确定了，金沙非常漂亮啊，身上深珠色珍珠的斑点，这其实金沙哈。气好好，看到金沙哎，哇，金豚，天哪，哇，台湾有海洋文化，各位，台湾不是只有海鲜文化。对啊，看到这个好漂亮，天哪，好漂亮哦，我刚才看到好明显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好感动。我们给他一分钟了哈，好，如果他再冒出水面，我们就再看。嗯，最着急，海豚，海豚，你面前有金山老海豚。跑起来！你确定要跑吗？哇，要到了！到了！跑起来！小林，抓住时间！阿杰哥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耶！超漂亮的！天啊！哇！阿杰，这是乌龟头，人在龟头，好可爱哦！呜！好酷！到了！好可爱哦！是从水里爬起来，好兄弟勇上来了，好兄弟！耶！对不对？对，终于被你看到了。我来台湾3年半，终于来到这边了。真的哎，我现在活到20岁，我现在来看到这么漂亮的美景。好，这段卡。你又活到30岁。假的。上次我好像是比较从那一端，然后我们就是一路滑着 SUV 过来到这边，所以这边它真的是最佳的 spot。好美哦！那我现在可以玩 SUV 吗？可以，我们可以开始。那你来叫一下教练。小安教练，小安小安。来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是牛奶海啦。是的，牛奶海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我任务是来寻找这边最特殊的物种，一种螃蟹，而且都在温泉口旁煮不熟的螃蟹。对，那个叫什么蟹啊？乌龟怪方蟹。乌龟怪方蟹。对的，我想看。没错，没错。所以这必须要会潜水的人下去才看得到。就是你啦，我罗的。教练，你自己有看过吗？我自己都很少看到。那就我想去看。想看，交给你了。那 OK， 那下去海底找怪方蟹的任务就我来。下去寻找这里的特有物种乌龟怪方蟹。慢点往前跳远一点。Just to lift me off my feet.
慢来，慢来。耶，哎，很好。小林的绳子分开嘞。对啊。帅的，帅的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画面有超美，有有有。想到海盗。他最常这样。对。我们的海盗哥。回岸上去喽。